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我是陈廷宇。今天开始要带你来关心的是，今年七月我们才刚报道打了21年的口蹄疫苗已经全国拔针，顺利的话台湾不久后就可以脱离口蹄疫区，养猪业者都在等这个好消息。不过没有想到，今年8月3号，一个比口蹄疫病毒更凶恶的非洲猪瘟病毒却又突然来袭。非洲猪瘟第一个案例呢，发生在非洲的肯亚，接着进入欧洲的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再跑到俄罗斯，今年更从俄罗斯横跨了1000公里来到中国，对台湾来说几乎快要濒临城下，让农委会还有养猪业者都非常的紧张。而非洲猪瘟之所以比口蹄疫更可怕、更难防，是因为它是急性还有恶性的传染病，一旦感染，发病率还有致死率都是100%，而且没有疫苗可打，必须全面扑杀。非洲猪瘟是属于接触传染，可以经由厨余、节肢动物、动物的分泌物或排泄物、车辆及人员夹带等途径来传播。为了打这场硬仗，农委会除了将非洲猪瘟防疫提升到国安层级，也宣布无限期停止中国旅客参访畜牧场跟观光牧场。另外，在加强边境管制及查缉走私部分，除了机场、港口、渔港方面列为重点之外，对从中国私带猪肉产品回国的民众一律开罚，并将没收了肉制品进行检验。到底台湾对于来势汹汹的非洲猪瘟，要怎么设下天罗地网防堵病毒入侵呢？来看记者李琼月、周明文的报道。这个在猪病里面是超级第一号战犯一样啊。这个病毒非常大，它是口蹄疫的10倍大，致死率很高，只有100%，然后它没有疫苗来预防，好不容易花了21年，才把口蹄疫赶走，哦，刚刚拔针，刚刚7月1号刚刚拔针，那现在突然听到就是非洲猪瘟，嘿，那今摆台湾整个产业吼，剩吼有没有接近毁灭性的一款嘿浩劫？我感觉讲非洲猪瘟是比较可怕的啦。进入了中国有这样的一个疫病，就是全世界的浩劫。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其实，FAO 跟 OIE 世界各国的专家其实都在中国大陆帮忙。我好要讲咱政府哦，厨余的养猪政策爱赶紧决定落来，吼啊，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防疫东西是不能妥协的。林汉昭是第三代的养猪业者，离开复健室工作之后，回来嘉义新港接下家里的养猪事业。这个没有任何人能够进来，没有，我们连参观什么都没有进来。挂在门口的防疫告示，从口蹄疫防疫期间就开始，大家拼拔针拼了21年，好不容易熬到快从口蹄疫区除名，突然间又传出中国爆发非洲猪瘟疫情，让业者个个如临大敌。再拉高防疫层级，全面戒备。林家从阿公时代就开始养猪，曾经因为口蹄疫损失惨重，这座养猪场8年前才盖好，以照顾母猪跟培育小猪为主。这里是产房，工作人员正在替小猪打针，为了母猪跟小猪住得舒适，从产房、待产室到小猪保育室，都是维持摄氏27度的室温。猪是我们的生命财产，自我防疫这方面吼，我拢一直有在宣导吼，啊，大概我吼啊，拢做了啊，算还不错吼，像人车的管制啦吼，啊，关于人员的消毒吼。林汉昭接手养猪事业之后，也引进一些新的防疫观念，包括饲料、输送方式都有一套管理系统。就在养猪前景一片看好之际，没想到超级病毒非洲猪瘟到了中国，让大家忧心忡忡。既然总统都有召开这个国安层级的这个会议，吼，只是为了来防堵这非洲猪瘟，吼，啊，咱吼，但是目前看，吼，是啊不，吼，看起来无感觉讲有这种层级，啊，搁做无够。嘿，咱政府吼，咱农政单位防止啊，这防检局吼，一关因爱搁去加强的这部分。至于相关法则部分，
从中国四代生鲜或未煮熟的肉类产品，处3000到15000元之间的罚金。林秋桂认为罚则太轻，产生不了吓阻作用。另外，处于养猪如果没有经过高温蒸煮1个小时，目前也无法可罚。现在我们的邻居中国大陆已经爆发了，而且好像是在失控的状态，所以台湾要怎么来防疫就要看养猪业者配合怎么来配合，还有政府的政策怎么来做。现在能做的就是把它防堵，不要让它进来，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东西。为什么还不赶快去做，然后要等到爆发了我们才要去进厨余，才要去想要怎么扑杀，才要去做那些措施。现在可以做的就是把它全部完完全全尽量 尽全力把它防堵在外。厨余的部分一直拢吼，这政策拢一直无明朗，尤其一直咱是不是要改禁止，还是要改辅导？政策一直没有明朗，所以起底剩在这养猪饲料户，所以养猪户这中间嘛拢一直在争执，讲一直在大家在争执讲啊，要安来行较好安尼。我呼吁讲咱政府厨余的养猪政策要赶紧决定下来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为了这个产业咱要安怎甲辅导。非洲猪瘟到底是什么病毒？为何让全球闻之色变？比口蹄疫还难防？被公认为说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对于猪的对猪的伤害性是最大的一个病毒嘛。它是属于 DNA 病毒但是呢，它复制的地的一个在细胞里面复制的地方是细胞质，一般 DNA 病毒呢是在细胞核里面的复制，它在细胞质里面是一个高传播性跟高致死性的病毒，所以当猪农在他的猪场内发现猪只有异常大量死亡的情形的时候，就必须要赶快通知当地的兽医跟地方防疫单位去做一个处理。还有它的典型病变包括脾脏肿大变脆，从深红到黑色，淋巴结肿大出血坏死，肾皮质出血点或血斑，全身浆膜面出血。这张图就是感染非洲猪瘟的一个猪呢，它会下血便。如果感染一般我们台湾有的这个猪瘟的话，它是不会有这个血便的。那非洲猪瘟呢很容易诊断，就是说它有很典型的一个内脏的一个病变。非洲猪瘟感染的猪呢，它的脾脏呢整个变成黑色的，充血而且易脆，而且它的那个大小呢可以增加到5倍到10倍。非洲猪瘟第一个案例是发生在1921年的肯雅，1957年进入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1971年跑到西半球的古巴，2007年来到乔治亚、俄罗斯等高加索地区，2018年从俄罗斯横跨了1000公里到中国，不久后罗马尼亚也爆发疫情。有可能是这个中国在6、7月间从苏联进口了非常非常多的猪肉，那这样的一个进口呢是可能是感染非洲猪瘟的一个来源。中国从8月3号传出疫情之后，已经从辽宁、河南、江苏、浙江、安徽、黑龙江、内蒙古到了吉林，总计有8个省，不少是发生在吃厨余的养猪场，国外也有吃厨余感染的案例。可是我们紧张了，因为他跑到安徽，跑到浙江，在这一带，在这一带，这一带的台湾中国大陆这边的猪占中国大陆听说是 10%。中国养了大约5亿头猪，非洲猪瘟是超级病毒，两岸互动又如此频繁。从8月开始，由各县市防疫单位举办的非洲猪瘟讲习，一场接着一场，来了不少养猪业者，大家全都绷紧神经。非洲猪瘟到现在，距离发生到现在将近100年，
全世界各国都花了很多资源去扑杀它。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制造出疫苗。这个病毒非常大，它是口蹄疫的十倍大。我是听过很多场了哈，那今天我大概一样，因为李淑慧博士他是一个专家，非常专业的专家。好，那听完之后，但是不是说就很放心？不可能放心，还是很害怕。万一如果让他进来的话，那个产值会损失很多很多，那会影响很多人，啊，包括养猪户，啊，卖饲料、卖药的，啊，运输的，通通受到影响。一旦非洲猪瘟进来台湾，疫情严重，对相关产业的冲击，根据农委会估计，大约至少1500亿以上，跟当年口蹄疫造成的灾情相当。其实讲到最后，我们厨余养猪是最后一道防线，对不对？今天不管病毒再多，我只要不喂猪，不进入猪场就没事了，对不对？好，等一下跟各位讲，我们的生物安全可能就要从这边设。你比如说很多先进国家，它是所有的厨余由国家，好像环保署之类的，你集中处理，好集中处理，然后你把它加热之后，然后再分给这个养猪户，好那样的风险就会降低。巴西是非常让人敬佩，他做了很好的策略。当然，他的第一步策略就是禁止厨余养猪，风险很高。第二，再来就是他建立了很精准的诊断实验室。接下来，他把他巴西分几个区域，就是高风险区，他怎么去做？跟太太正在准备将厨余煮沸的邱显成，是龙潭区产销班的班长，民国七十几年养猪到现在。饲养了黑毛猪，主要吃厨余，小猪吃饲料。这个是夜市的，这种桶是夜市的。餐厅夜市都有。对对对，我们龙潭有夜市啊。邱显成告诉我们，他的厨余来自夜市、餐厅、卖场，甚至是邻居。因拢食这个肉啦，我会去往伊防毒的呀。哦，啊，在餐厅呐、啊。面馆啊，这些啊也都是用我们本土的猪肉，我觉得比较放心的、啊，绝对不会有像那个他们乱七八糟。根据环保署统计，台湾一年产生的家庭厨余有54万公吨，其中有34万公吨用于养猪，其他用来堆肥，另外10万是来自事业单位回收的厨余。全国有65万头猪是采用厨余饲养，占了12%，比例最高的是基隆市、嘉义市、桃园市，还有高雄市。环保署有公告，就是一个厨余哦再利用哦，那当然就是不管是家户的或餐厅的厨余啊，都必须要经过高温蒸煮，对，就是一定要达到90度C 一个小时哦这样的一个高温蒸煮。才可以拿去养猪。如果未来啊，这个农政单位因为这个防疫上的一个需要，会规划一些短中长期的一些应变的一些措施。邱显成的养猪场一个月用量大约5到60桶，怎么保证厨余安全无虞呢？因为我的蒸汽管在下面啊，等到冒起来就是像我们煮开水滚了这样子。就已经达到100度了，等到它滚了都100多度了，115度。厨余养猪有部分属于小厂，如何全面把关？未来如果防疫需要，是不是必须全面禁止厨余养猪呢？要禁用的话，你一定会要你研拟出配套的措施，哦，配套的措施就是说。一来我们的猪要吃什么，吃饲料，饲料是不是可以降价，你这个厨余不用的话，把它要销到哪里去啊，哦，这个配套一定要弄好了，能断就断嘿啊，不要再拖，因为现在一般民众是无感哦，但是一爆发最反弹的是那些民众哦，他们的那些看在媒体看到的那些影像哦。环保局当去督促，比如讲团散学校吼，因的团体，因的处理要处理的是源头来管理，因要处理，一般是当有在煮食啊，啊，我要给人来喷吼，会处理，我都怎甲煮的了，兄棍才给伊载去。
为了加强机场、港口的查核和防疫，8月8号，农委会主委林聪贤亲自到桃园机场视察。在东北的这几个省，我们呼吁我们的乡亲，如果有去那边出入，相关的养禽场，你一回国，我们就会立即来启动这样的一个这个督导，也就是说大概要隔离消毒。你在入境的时候，我们在机场有那个消毒毯嘛？我们的观光牧场，包括我们自己的养猪场，我现在通令所有的那个台湾的所有的养猪场不得接受中国大陆来旅客的参访。未来在机场这个地方，你只要要出境的话，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单张，你不得到对岸以后又把肉带回来。非洲猪瘟是透过动物传给动物，不会传染给人。它的潜伏期4到19天，病毒除了可以存活于酸碱值4到13之间，存活时间更是惊人。冻猪肉可以存活1000天，火腿140到300天，冷藏猪肉100天，猪舍30天，粪便在室温下可以存活11天，还有冷冻土底，甚至病毒可以存活好几年。有两个特别的量，一个就是旅客带进来，一个就是邮寄进来。邮寄进来这个我们目前是用 X 光扫描跟用那个检疫钳，狗很敏感嘛，它里面有的话它就会把它找出来。根据防检局9月查到违规携带猪肉产品的有105件，被罚15000元的15件，3000元90件。没收的肉制品直接送到家畜卫生试验所来检验，由猪瘟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将没收的肉制品跟旅客采过的消毒毯检体进行检测。刚才的24个检体里面有4个是属于那个肉制品的，然后其余的19个是属于消毒毯的检体。这个检体来的时候要先经过核酸萃取，那我们采用的是目前最先进的自动核酸萃取仪，经过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把核酸把它萃取浓缩。那核酸萃取完以后，再来就是要做 PCR 反应。那 PCR 反应的话，会用一些又会泡一些那个反应试剂。那泡完反应试剂的话，就要将这个反应管放到这个 PCR 增幅仪来进行一个 PCR 反应。利用定量 PCR 方法来增幅非洲猪瘟病毒特定核酸，整个流程需要5个多小时，几乎每天都有检体送来这里。那我们是在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它有公布一个检验的一个方法，我们去建立我们所内的检验方法。那只要是疑似的一个病例，或是像这次没入肉制品那个检验，我们用这样刚刚那个分子核酸检验的一个技术呢，达到一个快速准确的诊断的目的。如果检测到核酸，表示肉制品里头曾经有病毒的存在。这是101年到107年8月15日，试验所针对非洲猪瘟进行监测的件数。历年的统计是我们针对金门、澎湖、连江县的一个离岛地区，我们会做一些监测。那每年大概有600件以上。那到目前为止，检测结果也都是呈现阴性。至于从机场、港口没收的中国猪肉制品有165件，消毒毯有630件，目前已经完成610件检体的检验，都是阴性。针对小三通部分也严格把关。除了在金门的检验以外呢，从金门进到台湾来的这个肉品也一样要检查。马祖的物质还是从台湾去嘛，回传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携带一些我们没有掌握到的物质？所以我在基隆港，我也请那个防检局从基隆港这个地方去盘查。我上一次在口蹄疫拔针的时候，我已经讲了，你隐匿疫情而让这个疫病扩散的话，我用最高的额度，就是法律上规定最高的额度就是100万，我就用100万罚你。只要你通告了，
24小时，我就可以告诉你，哦，那是不是非洲猪？如果在台湾发生第一个 case 的时候，哦，当然我们要立刻采取的，当然就是中央灾害防救中心，就是立刻要启动，也就是说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就好像那个台风来的一样，一个跨部会的一个防灾中心就一定启动了。非洲猪瘟在猪病界属于头号病毒，除了养猪业者提高自我防疫，切断可能感染途径，关键还在全民一起配合防疫。对风险比较高的厨余养猪是否能够有效全面把关，更要审慎以对。对台湾来说，只有全面滴水不漏的准备与备战，才能将病毒阻绝境外。我闻一下哈。国内一旦有第一个案例发生时，如果感染的只是单点一个养猪场，除了整场扑杀之外，周围3公里内的养猪场也要进行移动管制及检查。2个礼拜后，如果没有新的爆发点，会辅导已经达到标准的猪只来进行屠宰。但如果疫情发生在2个点以上，甚至是跨县市，农委会就会马上启动最高的防疫机制。除了感染场扑杀之外，再由专家会议评估划定灾情的范围。而最重要的是主动通报，确诊扑杀后也会给予100%的补偿。全面提高防疫警戒，希望台湾不会再有疫情，也能顺利脱离口蹄疫区。现在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